萨达邦阿西文啊，萨里嘎嘎，迪尼多纳，何非了汉的那一迪尼多纳来伊佛多是阿巴拉，阿努沙林塔西瓦伊多古纳多鲁布鲁纳奥巴森，那顿的山顿尼迪纳萨里嘎嘎阿米隆沃，里那很多汉的比那对迪尼阿米沙了了，但尼阿伊对迪尼阿米抗议，将那阿米游行，尼个泰拉阿尼尼阿瓦古纳个达拉阿亚万多纳什么？阿要伊迪尼多纳来伊丽云，伊拉多古纳沙兰能沙。那你一定呢？阿米巴里斯阿里那很多人呢？阿你呢？阿亚诺那比新旧，妈咪咪还一张来定呢？都那飞鹤家园，你该那只啦？都那沙瓦多路阿罗米阿，伊拉都过那拉起安诺那全国飞鹤平台，是阿亚张来定呢？都那米蒂埃，那里在阿南沙，那苏林个安那来定呢？特别在都那苏都阿瓦，过那马萨罗族，瑞纳哈拉卡安阿德玛克。飞鹤家园飞口号，具体承诺才负责。具体承诺才负责。乌拉萨全国飞鹤行动平台，伊那吉尔多纳萨卡兹在弗拉丹萨保多鲁阿罗米阿，伊拉古纳哈比万南沙多纳达多鲁，乌纳玛米新旧里面达多纳苏杜。不过呢，伊蒂尼多纳核电阿多纳核能，马萨曼奈哈尼古纳拉阿苏瓦勒，格内多纳达多鲁阿苏杜，马敏扎达米哈伊多纳飞鹤家园，尼个阿瓦古纳马达多鲁。Ay nara aswal. Tara ani ni awa ko na cima asutu ko man swalay an hako ani mi linah do na he fei liao iti ni do na lan yu. 他们连一个傻傻的核能废料都处理不了，更何况是那个高阶的发燃料棒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三位总统候选人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达悟人，什么时候不是跳票的那个承诺。我那里那阵呢，飞鹤平台都那说呢，那他都路啊，那没新旧啊，说都我那国民党、民进党，你还一在那没里呢，都那核废一点的都那滥竽。你个阿沃古那说了，那个安哈古安呀没里呢。乌拉萨亲民党阿沃古那巴扎奥夫那个，都那他都路啊，说都你看马皮囊那个阿沃古那比萨法鲁卷那个都那什么。其实三党的候选人都没有正面的回复。那国民党的朱立伦呢，他回答是说。他也赞成迁出，但没有找到替代地点。那蔡英文的回答也是一样。那宋楚瑜则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其实觉得，在整个飞鹤家园政策里面，核废料是最弱势的一环，三党其实都不重视。你看，一个人那发落海啊，说都我啥些？哎呀，我那给你个那核废，我那能源转型，我那如果站到那飞鹤平台，我那道路啊，说都一个人那伊拉个那比啥发落转那来，顶你三万的那米哈拉格，都那什么？再个说完了，再个嘛等你来，顶你都那一零五万米赞，都那啥个道路阿弗拉森，马米里亚或者那顶你米放河游行，不过呢，一顶你都那发落海啊，师傅，伊拉好个那来顶你阿比哈比能阿米多尔，米干多都那什么？就还有没搞一下都说完了。